有一次公司的大家就一起去吃饭、哦、然后就有一个粉丝走过来，然后春风就以为那个是要找他拍照、哦、来了，立刻起身，他筷子都放下，起身对、哎、筷子放下，结果对方过来说，请问你是烟酒拉吗，可以跟你合照吗、哦、然后拍完就走、啊、就走了，而且还是春风帮忙拍照，相机还塞给 Angela 终于看到你本人了啊！他一直出现在春风的 IG 上面，是是是，最厌世的员工，就他们公司的人嘛。对对对，他就是一个可以随时随地干掉老板的员工。好，来来来，看一下，来跟春风的一面。啊、我为什么上班时间你可以看棒球？别管了。啊，拢免做工课。没有。我为什么你还可以喝啤酒？冰箱就剩这个啊，老板要喝。何尝下班路高？虽然那消费很高，但是姑娘很美。我从日喝到夜，小姐狂到没钱。我多想给帕特的少爷多点点笑费。哦，原来本实力啊，那样离婚郎啊，平常就没有什么笑容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哦，上节目还是一贯的风格，嗯，哎，春风在，老板来，老板来，春风来，进来，你们两个痛调太合了啦，对啊，因为春风也是属于话不多的啦，对啊，都是这样嘛，哎，你介绍一下，这恁公司请业员工，嗯，你请来教他的耶，哎呀，啊，你比例，哎，都安尼啊。好，都这样，还有他的风格哈，对，可能因为老员工了，在公司待多久，也没有很老，没有很老，对啊，把他塞了就好了，不行，岗位很重要。他你是职位是什么？你负责做什么？平面设计，哦，这个重要嘞，做平面设计啊那种，发型。哦，发型也是他，那很重要，很重要，你要对他很好，这不行不行。哦，现在已经有粉丝会来找他啊？哦，对啊，啊，真的吗？对。啊，人家过来不是找你合照，是找等下叫自己讲。哦，哎，真的吗？有这样讲，就是有一次公司的大家就一起去吃饭，然后就有一个粉丝走过来，然后春风就以为那个是要找他拍照，立刻起身，来，他筷子都放下，对，筷子放下，结果对方过来说，请问你是烟酒拉吗？可以跟你合照吗？然后拍完就走了，而且还是春风帮忙拍照，相机还塞给。哎，来，你俩翕照。哦，这也还蛮不错的呢，哈。而且今天来上节目不是你是他，你有吓到吗？有，我要载他。还要载他？载他来上通告。哎，老板教员工一起偷懒，他会教你们一起偷懒。他就会说大家一起来打电动，来看球赛。然后就被我们另外一位老板发现了。结果我们所有人都被另外一个老板骂，哇，然后他就躲起来假装没有他的事，哦，就说他不是主使者这样。你们这家公司还能撑下去，我是觉得我讲不干单呢，还要靠你们三个在赚钱啦，还有其他的艺人嘛，有蛮多人的。春风有没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？有没有怪癖啊？跟他出去就是你什么都可以不要带。但是一定要带牙线跟湿纸巾。湿纸巾跟宪哥最痛恨的，最不喜欢湿纸巾，我会过敏啊，是因为过敏啊，一定要牙线跟湿纸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洁癖，有洁癖，爱干净，他非常的洁癖很严重，怎么会这么洁癖啊？牙缝哦，我都要擦东西啊。啊，是吗？还有擦东西，擦什么东西？手啊，桌子啊，什么？随身携带湿纸巾哦，然后洁癖是要先扫地啊。对，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先扫地？他洁癖很严重，然后他只要一进公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扫地跟倒垃圾。你自己吗？对，没有，另外一个那个同事他也是啊。哦，一尘不染就对了。没有，上次我去你们公司蛮乱的，脏是吧？对，那你可能我没去。哦，去就一定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好特别的一间公司。你觉得春风是怎么样一个老板？其实他就是看起来很凶啦，但是其实就是人蛮好的。我有侧面得知您还蛮富有的，请问你赚做直播赚最多一拖是赚多少钱？因为我听说你有在南部有买三个房子嘛，哇，那个老百万名车有三部，
那个应该是他们乱挖的啦，不可能，因为我有国税局的朋友啦。这一题是我国税局朋友要问，我说叔叔，你要用骂他的态度啦。对啊，太过分了，质疑你，叔叔跟你说，你敢闹，你敢闹，我想被骂。没有，就是一拖可以，真的可以。我们因为我们做演艺工作，真的赚得很惨，就是我不会羡慕你啊。来了，骗我，来，我是说真的，一拖可以最大拖一拖卖东西可以赚多少钱？比较好一点的成绩就是一个小大概45分钟啊，45分钟，一个小时这样，大概做大概600。600块，当然是万了，要做600块，跟你这边喊，你600万，等一下，不，哎，叔叔，那你分多少？你没关系，你打算我会自己算，抽成赚多少，我会分给你1分1秒。你一集多少？我怪不得我是友情价，友情价，康哥就是不一样。好，那没关系，好，你不回答没关系，国税局还是会找，但是我也不是要做一下。开玩笑，网络上说你是输给什么宝岛叫卖哥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你能不能现场来示范？来一小段，2-3分钟这样。哦，啊，你卖那个啦，等于你讲你等于就练凳的嘛。不然我可以随便卖一个东西啊。哎呦，卖一个啊，查甫人出一支嘴啦，卖一个壮阳的物件好啊啦。壮阳好。哦。啊，你讲上山掘番薯啊，落海抓鲜鱼啊，你若要买熟货，你就要看这边啊。哦，过来看物件，要来熟对半。给他数数这个物件，买倒伊，你照三顿在吃，配温开水，见面回去迄个无好笑的，一暗交界，讲到的敢讲查某的，还讲到恁家囡仔头去听话，还讲到恁某爽歪歪，逐天暗时拢唱往事只能回忆，你知？数数这种蓝鸟金幼丽，这种已经伫咧电台，进前广播电台，食后死广播电台，数数已经捌卖过啊。电台可以逐天问为何哪只照哪个？伊讲在照三顿，继续搁食唔通顿，食一个迄个即马已经中风啊！等好需要私讯叔叔，叔叔直接送一组给你。哦。叔叔，你的那个女性的 target 很多嘛？那你可以帮帮我们，怎么样爬起来？比较容易成功。爬起来。对。爬起来我有教过了。哎。第一点关键。嗯。帅。那他就不可能了啊！如果第一个没有，第二点，对，钱又没有，没有，学生啊 ，no money，no honey， 第三个还有救吗？第三个有，大吉，还是没有，啊，你也以后好肥娃了，还是活该，还存肉不要那个凤梨同学入座，谢谢老师。